我都唔記得咗。冇啊，走啊，冇啊。你揾我，你記住唔揾我啊！咩唔揾你？唔係我搞啊，做咩又揾我啫？歡迎乘搭382M 途線，經香港科技大學窗口無線點點，前往將軍澳站，祝旅途愉快。我靠！我跟你，我跟你。荃灣啊！荃灣咪有人 X， 我要去啊！我都要，我都會去啊！點即係點啊？
好急嘅車嚟㗎，五三 ASB 77啊！我真係諗唔到啊！你一時之間叫我點樣彈個方向俾你啫，係咪先？想轉我翻屋企就無謂啦，啱翻啊！哎，亦都哎唔到啊，老細。唔使亂嘢多。我真的哎唔到啊！你再去買，去買啲啦，買啲蠟燭啦。講多無謂，係咁，我加翻力聲。啊，冇啊！你都睇到啲煙幾枯燥啦。以後不約你了，是這樣的，你想怎樣？算了，那我不理了，這樣吧。啊，這些怎麼辦？是，你真的不在意，喂？我跟你說，要一個三個字。我講廣東話，佢嚟到香港都冇。
旁邊嘅喎，放好手指，要緊握扶手，確保安全。有冇見大陸嗰啲車鋪站啊？係一站啲林立興誒，又唔知咁樣講。澳門有講，澳門中文嘅，珠海都有講嘅，某程度。廣州就有啦，因為佢就話啦，咁北京咧又唔見佢咁樣。我當住阿仔面前鬧佢哋，我以為佢哋係有識貨。
己要去嘅話，你去。叫我去入去去入去，哇！好麻煩喎，大佬。我諗即係點啊？我去到將軍澳，你係叫我去沙頭角；去到沙頭角，你係叫我去翻山口，喂，唔係咁啊！最憎咩啊？佢即係啱先，你都聽到點完落去坑口，坑口又點翻落去沙頭角，沙頭角又點翻落去坑口，我幾時放你去沙頭角？即係咁講法比喻。你有車線，但係車線唔係沙嘛？係咯，呢就係即係話佢麻煩。你講俾佢點啊嘛？我唔會，我冇俾佢點，我同佢打到咗，你 confirm 我啊？係啊，我都係咁樣同佢講㗎。佢即係試過咧，係入去一笪地方，再去另一笪地方，又翻去另一笪地方，係咪先？可以，然之後我覆咗佢，下次唔好行翻先啦，而家唔得。巴士有好多地方變噶嘛。夠。喂，老細，我可以一次講曬。我去噶啦，建議去唔去唔關我事啊。我唔去硬噶啦，你同阿仔講。而家講乜都冇用噶啦，你知？唉，又無啦失路前啊！我唔知佢都穿，真係走鬼啊！所以咪就係咯，係啊，因為我啲部手機濕濕地。因為佢成日都咁樣吸線發咧，我一定要噏。因為咧，我成日打親筆機咧，成日都無啦啦吸線。係咩？打你不如去試下做下檢查啦，幫部機 check 下有咩問題都好啊嘛。要啦，要啦，真係。黐又唔要啊？你唔係要檢查維修啊 ？Just check check 下佢啊。你有幾保養需求？攞嚟。哎呀天啊！救命啊！呢條片已經錄咗好多年啦，真係。你知唔知而家依啲錄緊片？冇所謂不過，講你知。我啲電話鈴聲錄曬。點啊？你講啦，講啦，講啦，講啦。人哋阿姨錄緊七九七。唔緊要啊，可以用。我聽講。問題。好長點啊？佢咪繼續有工資。咪得五咯，繼續話唔去咯。係啊，唔去啦！而家以後我都唔出嚟嘅，睇佢。係啊。咁你要點先至可以同阿爸出？冇咯，冇咯。總有方法嘅。三十分鐘前冇啊，講咗嘅咩？我唔係冇講過。係啊，你話。係。三分鐘未啊？君子一言四馬難追，聽過未？講啦，講啦。下一站前景永站，香港天尊慈济学院。坐平人咁多年远嚟啊！防止灾民死亡。下一站钓鱼岭站，香港之尊设计学院。你唔好讲啦，呢啲偶遇啊！
hello， 早晨，系啊，打人，唉，系啊，真系错，系点解呢件事复杂嘅？喂，而家就几个站啊？唔得，唔好问我。O K。阿星，如果阿星明明入咗将军澳，点解又要兜翻去前艇岭噶？系。系兜落嚟。招呼你，都招呼唔到啊！
我们已经到达。